第一局比赛，徐晨浩发球，0-0。超磊，他妈输。0-0。他输。快好！
续比赛，8-9。好像是，你要真跟他那什么，他来就是空。但你前面买这个前面这俩球你一定要过，好吧？啊，看我推你地上拉我行，但你别拉死我，哎，我看一眼向我就找这个。你看你大一相识，特别好的感觉。啊，加球坚定点啊，看清了加球的啊。
猪。发球可以算一下，有的时候你这么一发，它不正手球，那正手这么一点，你发三十点，可以提前侧身就给他一下，都没问题了。你可以算个出身重，对吧？还有一个站在中间正手位置，传球的时候这也一定要敢发，要敢于变化，不要在一个位置发太死，这两个位置要给它发开了，要敢发，一定要敢发。那其他的就没什么，也就是这局他发球被他算了几个，那么其他的没关系，可以啊，很好，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可以往前站啊。Thank you.
发。他后面我都抹，对吧？前面的时候真有变化，就跟我们刚才抹没事，别说你穿我，你穿你肯定是抹不好的。这都是后，这都是后面。对，所以你说你变没啥，他变节奏，你悠上，悠上看着人恍惚了，对吧？刚他那个，咱接他球咋的乱？反过来自己发球咋？不是说不得分，家里还是没不要乱，好吧？啊，自己发球说，啊，关注啊。四局比赛，林高远发球，0-0。哎，冲！哎，冲！要不然你就踩好脚过去，你说你也拧不掉质量，好吧？你要拧不住质量，他咣这一下，你也还是有点啊。现在还是主要自己发球，发球啊，扣住分，能拿两个球扣住一个就行。太无所谓了，乱来。对，他就不带心态的那种，所以你定住比分就有机会，好吧？啊，扣住定住比分啊，他现在有时候就这么那个，注意力啊，啊，好好好。节奏啊，放慢拿来啊，放慢拿来啊。
球，7-1。